Rampage got Jack C. 俩人，这眼镜也是挺有意思啊，都很有风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凤德州，咱们继续来看 Max Pay Monday 的精彩集锦。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Randy 重新补了10000的筹码，枪口位拿到一对十，加注到200，30000口袋二根注，大盲位的 DQ。七八方片也跟下来，撒西米。好，四人吃。哎，撒西米五九杂色做了三败，这三败推出来不一定能看到翻牌吧？如果 Randy 再做四败的话 ，DQ call， 撒西米 three bets。Randy 只是 call 下来，三万的一对二，一对二也跟了。这个三败好像没奏效，连 DQ 都没走，四人池。哎，翻牌，三七八两张草花，三十米拿到卡顺听牌 ，DQ 拿到两对，而 Randy 目前是个超对。面对三个人，萨西米也是不敢造次啊！这手五九应该是要放弃了。Randy 喊出了 all in。DQ call， 萨西米 gets out of the way。这个 all in 推的。I'm dead。You're most definitely not dead。超队玩的太过于激进，成功把自己送走。Nine's not gonna do it, and the eight seven holds. DQ， another huge pot for the man。来，往下看，翻前。River K 十杂色加注200，萨西米拿到一手 K 圈，并没有做三败，四人池翻牌圈九二，坏了坏了，萨西米拿到顶对，而 Julian 三条九 ，set 九在手，这手牌萨西米可能要输掉一个大底池了。Julian 阴险的选择了跟注。River 有个卡顺听牌也跟了下来，转牌一张十 ，River 也拿到了摊牌价值。看到自己还有两个对手啊，朱炼也是贪婪的，丢出了半池。River 好像萌生了退意，不玩了，人太多了，打不过圈，你们玩吧。萨什米继续跟下来，合牌看看萨什米还要输多少。啊啊！这也行，这给朱炼发死了。合牌萨什米拿到顺子，而朱炼并没有觉得自己对上的是条顺子，他还打了价值。萨什米反加做到4000，怎么办？对手有可能在偷鸡哦。最终朱炼选择了盖牌，萨什米运气不错。来看这手牌，翻牌圈七八 ，DQ Randy 全部拿到顶对，萨什米只有一个后门的同花面。这手牌萨什米顶着这张圈在下注。萨西米就是哎，下注总是那么重啊，很少会做那种半池以下的下注。Randy 自然要跟注 ，DQ 肯定也得跟呐。来看转牌，萨西米能不能有点提升？看上一张六，这是一个顺子面。turn 上萨什米没再打，顶着两张圈，这日子是不好过。最终合牌红桃三，前门的同花面，萨什米偷起来了。但是偷 Randy 是个好的选择吗 ？Randy 绝对是这张桌子上最难缠的角色啊！他拿一手烂牌都能跟你个地老天荒的。而最终合牌萨什米的这个下注，可能反而还把 DQ 救了。如果萨什米过牌 ，Randy 打价值的话。DQ 应该是要支付的。
Good read. 嗯，DQ 读的蛮准，他觉得Sashimi是在投机，他本来是想跟的，但既然看 Randy 老板已经跟住了，那说明 Randy 老板牌可能比我还好，判断很准。而先下注的Sashimi他亮不了牌，先下注还不亮牌，过不过分？继续来看这手牌 ，River 拿到一对勾，翻前三败做到600，四人池，翻牌378，两张红桃。这手牌肯有点麻烦了，肯目前还是个超对呢，而 DQ 先下注，这不把肯往火坑里推吗？一旦肯选择了跟注啊 ，River 很有可能一个加注推出来，2000。没有，肯应该是一个平 call， 好吧，反加。他以为这个加注能把 River 挤走，没想到 River 先推了出来。River 想，哦，你这个加注看来是个听牌了。好，肯怎么办？底池16000，肯需要跟住6000。好好回想一下 River 翻钱的动作。会不会拿到更大的对子呢？看他不相信 River 牌比自己的好，那这20000的底池要拱手相让了。红桃对于肯没有帮助，河牌有没有奇迹？今天晚上好像还没出现什么奇迹。接着来看这手牌，这发生什么事了？ River 拿着口袋圈推出三败，肯还要搞他，这么想报仇吗？这个人报仇心切，但是肯的四败没能奏效， River 牌实在太好了。有人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翻牌10勾。合牌，四张红桃。River 拿到圈 high 的同花 flush。拜拜。And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再来看这一手牌。哎呀 ，DK 不来了，牌桌真的少很多乐趣啊。欧印杰也不在，那么这桌子上经常打不起来。周一的嘉宾还是得多搞点娱乐性比较强的。这手牌 Rampage 八勾杂色翻钱加注200入池。这俩人，这眼镜也是挺有意思啊，都很有风格。River 这眼镜真的能看到牌吗？翻后 Rampage 打了一枪，这三条勾干嘛着急下注啊？鱼全吓跑了。好，朋友们，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了。真的打不起来啊，连 Rampage 现在都稳如老狗。这是一个多人池，看看能不能撞在一起吧。翻牌345， Rampage 拿到一条天顺。我刚想说 Rampage 着急做大底池啊，前位下注，不过他打了一个40，这个下注跟没有一样。朱练一个小顶对，外加一个卡顺听牌，反加到了300，这在 Rampage 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个超对所为。那有张6的会这么打，有一对什么对7对8这种都会这么打，直接加注应该结束了呀。好，那应该是结束了吧，朱练应该是跟不动了。那随着这手牌结束呢，今晚这场直播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不够刺激是吧？没关系，咱们还是等周五见吧。
周五很久没来的于老板终于是愿意露面了。 Prince Charles， 咱们周五见，朋友们。Four players, though, earning five figures tonight. Rampage making a little bit of a dent, but had a rough night. That is going to do it for us. For everybody here at Hustler Casino Liv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 am David Tuckman, and I am out.